谁叫哥啊？是洗手哥。哦，洗手哥啊。做什么的呢？做沙发了呗。搓搓搓。这是嘴巴。好了，不要把衣服弄湿哦。好，关掉。这样。对啊，哎呦，关错边了。你关错边了啦。哼。关错边了啦。是这样子关呀。对呀，关错边，我们走吧。